钱有什么用？喂，别再耍花招，我告诉你。你说啥也没用啊！我要你配合我们调查。你的故事根本就不存在，陈大妈是在瞎扯。行了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杀了这个小杂种，赔钱了。你就是去死吧！把陆振涛一家老小病全部打死，真他妈让我恶心。我也曾经是个好女人。我是说你是有出路的。大伟，这都是好。来吧，开枪吧，我们可以出手。你太厉害了，兄弟，这个钥匙明天到我那去拿。兄弟，我这屋里还有个保险柜呢，你就顺手。刚才咱可没说那个呀。兄弟啊，万八千的对你哥哥我来说是小菜一碟，怎么我这个朋友你不想交啊？这个亲兄弟明算账，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是吧？成，你开个价吧。刚才就算我宰了你一刀，这次半价，怎么样？成，兄弟，生意上你是个人物，就按兄弟说的办，啊。哼。哟，这钱可能不够了。去取嘛，让兄弟先干着啊。我看行，要不？麻烦您再跑一趟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拿钱去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你说的对，如华，家里没人，玉儿大概是真的到医院里去了。知道了。宋哥，待会儿你回家去，找个理由跟朱主打个招呼，就说你要出差。这段时间你就住到我这船上吧。一秋呢？天儿要凉了。陆华。啊，还有锁子那儿，你也要打个招呼。他是南方人，也应该让他回南方过冬去了。好吧。喂，是我卢花儿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回金湖的路上，傍晚就到家了。那咱们说好了，今晚上我请你吃饭。不行啊，陆花，市里面就这样定了。哎，你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王母娘娘。你家住在哪里？你总该知道吧。你喜欢听我唱歌吗？我是问你的家住在哪里。王母娘娘，王母娘娘，她是在说她自己。王母娘娘，你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嘘，狗蛋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说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听清楚了吗？
山了，落山了，落山了。你干啥？师兄，疯子会知道把刀片放在舌头底下吗？哼，玉儿，你肯装疯这么长时间，也真难为你了。拿出来！张副市长，去哪儿啊？啊，拐个弯，直接去金湖吧。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有，让人给偷走了。杨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嫂子，你开锁的手艺很不错嘛。这个湖心岛珠宝店里的保险柜也是你打开的吧？我不明白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好起来！你们这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走！哎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呢？我问你，走！哎，你们，说呀，怎么又不说了？张市长，不瞒您说吧，你说这个生意人一切按照国家的法律条条来办事，那生意就不要做了。走钢丝的现象也是有的，可在大的原则方面我还是非常非常慎重的。你做的那些我还是能理解的。市内的同行我不敢说，可是要是在咱们金湖镇，就上交国家利税而言，就这5年内没有一个人能跟我比的。凡是政府倡导的那些社会公益活动，只要我能够做到，我哪一回都没落下过。说真的，陆花，给自己评功摆好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呢。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没说什么呀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他们，是他们呢，到处在外面打听，东调西查的，传得纷纷扬扬，就差给我发逮捕证了。没想到你的牢骚这么大。不是我要发牢骚，是他们做得太过分了。还有我出国考察的那些材料报告，我都已经上交给公安局2个月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跟我说吗？干嘛老这么拖着呀？是吗？自费出国商业考察，没有什么特殊原因，现在是很好办的呀。这个您得问您部下了。
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帮你查一查。欺人太甚了。嘿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冲动嘛。啊，我有件事情还真要请您帮忙呢。啊，不过也是随便问问。什么事儿？啊，嗯，有一个我的好姐妹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被你们公安局的人给弄走了。陆华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没背着我干什么事儿？你看看你，我一个女人，我除了能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凭你的聪明和能力，你能干得多着呢。藏市长，您放心吧。什么事情求你呢？什么事情求你都是白搭，我有数的。所以啊，要我帮忙的先决条件就是实话实说，让我好好的斟酌一下。嗯，我要是拖累了你，我会那么干吗？陆队，嗯，牛啊，来喝水。放着。其实也没啥，那一开始我也没注意，没当回事儿，这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说他这风言风语吧，他以前说话这音调吧，也不是这样，那我就注意观察他。哎，你们注意他说话之后就嘴部有什么特点？啊，就那个什么，那个舌头抵着下牙的内侧，啊，不是那样，这样，我是王五娘娘，就这，哎，我就感觉不对，知道吧？不对劲儿，我想，哎，你试试，我是王五娘娘，这说明什么？哎，考考你。这什么啊？说明他舌头底下压着东西呗。没错，完全可以证实了，给狗蛋下毒的就是他。陆队，你看这个注射器针管上的指纹虽然很模糊，但是其清晰部分完全符合育儿指纹的特征。你说以前这光是怀疑，怎么就没想到提取他的指纹呢？你说，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总觉得他是个疯子。哎呀，这假象真把我们给蒙住了啊。邓涛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行。保姆娘娘。为什么不喊？为什么不唱？为什么不叫？嗯，戏演完了，该收场了。说呀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他是死鱼不张嘴，这是没用的。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们就没法定你的罪？自己看看。一个是你现在的指纹，一个是针管上的指纹，而这个针管是在你家屋后的垃圾堆里发现，你自己看看。哼，不要，狗蛋儿是我毒死的。这我知道，我要问的是你毒死他的理由。这你们还不明白吗？
他是钱窝生的，我讨厌他，见不得他。玉儿，你拿我们当孩子？那么你嫁给水生，进入水生家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你不说我们也知道，你这种奇怪的举动我们已经早有察觉，只是后来差一点让你导入歧途。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，你的唱歌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，只有当我们或者说是公安人员和某一个人在同一场合出现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放声高歌。你要传达的是什么？用意是很清楚的。微山湖上静悄悄，是公安人员来了。王二小，是紧急情况出现，对不对？嗯，我想喝口水。喝水。玉儿，你爹妈我认识的，是很老实的两个人。在你进城以前呢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你是个很本分的孩子，见人说话都不敢抬头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太老实了。可老实的结果是啥呢？玉儿，你可能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。老实的概念不是指无知和愚昧。这个世上有啥呢？大概就是朋友。我是说真正的朋友，还有点说法。你有朋友吗？来，喝水，接着点儿。
看什么？看看又咋了？又没丢东西。你小子还挺横的啊！我又没犯法，怕啥啊？闭嘴！进来的没一个说自个儿犯法的。快走，进去。人质绑架，无非图的是一个财字。如花，你要沉住气。你不懂，因为你没有孩子。可越是这种时候，你越应该沉住气啊。你让我怎么沉得住气？小宝长这么大，他可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没离开过家，直到现在夜里头，他必须摸着我的耳朵才肯睡觉。宋格，干这种事情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？你应该知道，他们会拿他怎么样？你难过，哭我都理解，可这顶什么用啊？你想让我怎么样？孩子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现在又生死不明，你让我冷静，让我沉得住气，是不是还要让我笑啊？谈成这种事情，要想办法呀。帮人口信都不给留，夜里我一宿没睡觉，也没有电话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现在我连人都不知道是谁，我怎么想？我想什么呀？我那我们回家吧。干什么？等他们电话。那没有用，干这种事情的人还能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吗？倒也是啊。小宝是我的命根子，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，那就等着瞧。嫂子，你听清楚了，这是我们的惯例，也是老生常谈。先把政策给你交代一下。我知道。哎呀，不就是那个坦白从严，抗拒更严吗？说啥呢？说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杨所长，说错了。不，你没说错，这句话是句真话。对，这是说漏嘴了。你们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！你误会，锁子，我可告诉你，政策就是政策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的。但有一点，你心里必须清楚。你怎么理解的，怎么想，那是你个人的事儿。但它所产生的不同结果，都是你要承担的。我太赞同您这观点了，杨所长。别，这不是我的观点，是法律要求我们这么做。那是，你们端着国家的饭碗，吃了老百姓的饭。你搞错了没有？你在这儿给我们上课呢？你有这种资格吗？你记住，这是审讯。审讯？审讯谁啊？我呀，那你说我们在这审讯谁呢？啊，
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一个规规矩矩的小生意人，我也没犯法呀。犯没犯法，不是你自个儿说的。我们摸过一次底，你是五月份以前来到我们金湖的，你来了以后，居民区总共发生了10起撬锁入室盗窃案，平均每个月有3宗同类案件，作案率上升了900%。嫂子，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是吗？这犯罪率挺高的啊。这按理这算是我们公安的失职是吧？你抬头看着我。抬起来。6月19号下大雾的那天夜里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不在家？19号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天晚上我确实不在家，确实不在家。哎，这个我要说出来，你们可别笑话我。我这一个人出来做生意不容易，这白天吧这还好点，有活干呢，这一到晚上，这一个人总觉得有点寂寞没意思，所以说那天晚上我就跑到金湖那边找了个鸡。你还别说，哎，那姑娘长得挺漂亮的，真的。金湖，金湖什么地方？你说。我要是领你们去，哎，他们这鸡都是流动的鸡，没有固定的窝，去了你们也找不着那人啊。哎，鲁队，玉儿自杀了。是那个碎杯子，我不是让你打扫了吗？我扫了。那这个瓷杯怎么来的？我对不起，我不要说对不起。可是我当时我搜过他的身呢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，疯子摔倒的时候他已经藏好了。老地方，我真佩服他身后的人。佩服什么？一个人能让另外一个人为他舍掉性命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，都是了不起的。不过这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只要看那个肯舍掉性命的人是哪一种类型的。哎呀，稀客呀，来来来，桑副市长，哎，喝点水。哎呀，桑副市长啊，这市里面的政法会开得怎么样啊？怎么，中国还有开得不成功的会吗？啊，这么说开得不错啊。不错不错什么呀，全省16个地市98个县一个字没表扬的，就是咱金湖公安了。啊，不过我听说你们最近的案子很有进展是吧？收获不少吧？对。
作案有眉目了。啊，臧副市长，您是老金湖了，老派出所长出身，啊，这个咱们这个金湖啊，你也是了解的，啊，这个水上案件呢，流动性很强，来往人员行踪不定，哎，非常复杂。嗨，应该说，刑警队啊是很辛苦的。你说的这些没用。上次向来是很少管过程，只看结果。哎呀！哎，来了，大姐来了，你看。陆花，陆花。三哥，有事儿吗？小宝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好歹是个村主任呢。谁跟你说的？大姐，是俺说的，俺看你忙不过来，就跟主任说了。不错，是出了点事。这么大的事儿，还不快去报警？哎呀，我这一着急，我就什么都顾不上了。三哥，红红啊，这件事除了公安之外，可千万别对第三个人说了，绑匪知道了会撕票的。那好，我懂，知道了。大姐，啥叫撕票啊？杀人，知道了吧？听了诸位刚才的汇报，作为分管政法的副市长，我个人认为对你们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啊。但有一点，我说的是纵向，如果横向来比较呢，应该承认我们和某些兄弟城市还是有差距的啊。啊，当然了，有些同志说客观条件有差异，可这能作为我们工作不足的借口和理由吗？啊，肯定不行吧。是，当然，当然不行。我们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换来较好的结果。加把劲儿啊，同志们，我希望尽快能看到你们工作的成果。但有一点要注意，我个人认为处理任何案件都要纳入政治轨道，要考虑到大局，保证一个有利于改革开放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，这是根本，是至关重要的。我就说这些吧。完了。我建议老尚和你们局党委免掉你的职务，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啊，有，保留我刑警队员的职务，领导就算是对我仁至义尽了。你有这种认识很好，只要你能够认真吸取教训，这也许是你人生的更好的一个起点。啊，你还会有机会的。您放心，臧市长，机会不机会对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还能尽自己的本分。这是请你坐下了。诸位，诸位好，诸位好。哪儿的？你是谁啊？锁子，我叫王锁子。这公安局
坏人抓不着，净抓好人。我也没犯啥事儿，他把我抓进来了。你看，他说他是好人，到了这儿他说他是好人啊，好人。哎呀，好人，好人。红红，小宝的事，谁让你跟主人说的？俺周吉家大姐，小宝是俺从小看大的。贱货，你嘴就这么贱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用得着你到处张扬吗？对不起，大姐。好了，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，走吧。大姐。求你了，俺错了，俺改还不行吗？我也不是为了这事儿让你走。小宝回来以后也不能住在乡下了，我另有安排。叶医生。啊，高杰来了，你怎么这么早啊？叶医生，嗯，我这边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手术时间你们定吧。高姐，问句不该问的话，这巨额的手术费。没问题，你提前3天打招呼，我会预交上的。这叶医生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密，千万别告诉我妈。鲁正涛这小子虽然有气，但还是有点干劲儿啊！哎呀，他这个人啊，经常提醒着点的。对，老尚啊，我正好有件小事儿想跟你单独扯扯。什么事儿？你看是这个啊，蓝水泥，是个女人吧？对，过去我干水上派出所所长的时候，经常去浦东，因此都熟悉。啊，不过那个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，蛮可爱的。一个乡下女人，出国考察什么？乡下女人，这个乡下女人可不得了啊！好啊，哎，做生意的吧？岂止是做生意？而且做得非常好呢。在金湖做生意的人我应该知道啊。我说起他另外的名字你就该知道了。是吗？芦花。哦，就是那个捐了2所希望小学又不让宣传报道的开水运公司的那个女的。不错，就是她。哎呀，这种小事儿还至于劳驾您副市长亲自跟我说吗？你们忙啊，可能拖了点儿。不过他可是沉不住气了。行，我催一下啊。哎呀，这个女人呐，真是小题大做嘛。好，那就拜托了。
郑涛，几次想再找你谈谈，你要么是回避，要么就是没有时间。说实话，爱你这么多年，我并不后悔。但是，生活是现实的，生存的现实逼着我不得不变。你何必这样呢？我们既然有过美好的过去，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平静的未来呢？我不用说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我这么选择，肯定是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的。我不是冲动类型的人，你应该了解。我回家了，和妈妈、咪咪住到一块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让你能够冷静地想一想，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的决心是下定了，你不要再抱有其他任何的幻想了。在你想通之前，不要找我，也不要给我打电话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咪咪，是为了不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，好吗？善良，正义。